我那再搞好有搞啊，无你往北陪啊。来，要吃雪梨来，雪梨卖完就是品牌啦，是你妈今年啊。有大地无？有高无？这雪梨好不好？哦，东洲落去哪啦？要吃雪梨，唔免一千八百，来五百块了。五百块来雪梨，就超前买来五百块来。三地阿弟蛮牛啊。三地阿弟，三地六百块买袂得啊。这两个车你来五百了，姐妹了，五百块来。乖，我一单雪梨，单单不拍死。没有了。上面吃雪梨。乖哟。像上面吃雪梨，七点个片子，拿几个片子，五百块呢？五百。给五百块来，五片哦，来五百。上面吃雪梨啊。赵阿娘，你真知咱雪梨外高呀？真正水的，我讲，互你大家拢买得着。三地五百，卖买五百四百，来三百块呢？雪梨三百块来。三百块。来雪梨，我们这边三百雪梨哦。够不够呀？我收来啊，雪梨，干吗？干吗？干吗？这个袂记嘞。两条哩，来三百，来两百了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两袋呢，太多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只有今天啊，我们有卖。没有卖过两块的。来两百块来，今天真的，两年多了没有看过。老徐的算你这两百块，好你满意的。来两百块来，母亲节啦，我白白啦，来两百块来，错啦。我再一算，来算你两百块来，今天带过来，绝对不会卖你干才干。农民啊。来两百块来，来两百块钱，来下次没有两百了，真的很漂亮哎，这个我白白来，算你两百块，刚刚被我算你上面再试过了啦，乖啊，没试过没怕过，你别退心忙心，刚刚当时啊，你动作两百白白玩，姐姐，那两百嘛是花开完啦，哇，两百好算你啊，我讲算你啊，一地一个我卖两百啊，再一地个送一地啦，欢迎我。大包也行，这绝对是大包也行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要吃天台的来，一千块给我，赶快。平板一千啊！你看，笑话。还是真讲，不能给了。今天母亲节，你搞平板，你绝对赚到。我没有母亲节在喊平板的，这样我太不划算了。没关系，今天要送就送好一点。来，一千块几个？哎哎哎哎，来来照照照照，来来来，个上号的来，外公啊，只有八个客人啊，拿钱快点啊！这客要别个买啊，这客我别记啊，我找你喽。来一千块，个人要吃先，你八宝，来一千块来，我今天要送你啊，来啦，各有啥物件啊，会使个送你啦。啊，这物件卖客啦，你呢？我这边没。啊，物件卖客啦。好死啊！来了，辛苦了，来了，来一千块，我无啊，他我嘛无不要啊，我无。来，小哥，别，不急。我说你不知道我在找什么。等你了解了，你就知道了。靠腰，等你多久我就知道了。靠腰，没有了解，没有知道。来一千块鲍鱼啊，鲍鱼，鲍鱼，鲍鱼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哎，这两粒啊呢，这规个卖两粒在这呢，啊这七片的，我来送你两粒，来一千块来，过来不叫？拿着拿着，一千个，来金币来，上一条你来，我给你送，来一千个，一千块来，来先煎饼来，送两包你来，来一千个，还没出来还没出来，卖金币，还没出来，来一千个，来快点，来干杯干杯，扣腰啊，给干杯，干杯，好啦，青菜啊，放下来啊，干杯啊。我来找你来，一千多要收啊，这大卖你一千块，还跟收入啊？你只要写单收啊，你呢？来一千块来，搿要收入啊？来一千块来，好来加一副加一副，收单收安尼落来，哇！来一千块，不能吃这大无？一千块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一千块弄完嘞。哎呀，你个唔是我啊！我现在跟他们共同阵线，我跟他们同阵线。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开战的态度。他们现在的态度就是来钱过来，钱过来，够了没有？所以我也是开战。这个是剥皮辣椒鸡，加了就好吃的。来一千块，多来你别饮几啊，给我等你。你出来啊！来一千块哇！你要选择什么行业呢？十几样了呢？来一千块，够完了。给你，给你，各车来，各车来，快来，各赏各赏，这三个单都不啊！来千块了，各赏哦，来各赏。要求十外行啊呢？来千块哦，冰卷跟看哦，所在里个。冰卷，对了哦，冰卷的菜，对了，各赏啊，两只啊，两只啊。大虾，大虾诞生上了几只？哎呦，来几千块，就不要了，拜托哎。来两个。来几只啊？
台去送你，那一千。哦。我就唔知你咧等啥货啦，母亲节快乐啊！这对面咧一千块啊！笑啊！一千块。妈呀！快点快点！妈，这无空的呢，你弟弟的。一千块是不贵，你也上去。来，这无高利差事。来，一千块赚了哦。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三个。哎。这个气氛会让收山，感谢你们。卖客厝好无？卖客厝好无？哦，够爽啊！你真正送给啊，母亲节快乐。还是。下个月你再好明天。这个是刘傲良吃小腿，一千块来。哎呦。年年有余，这家给我的，一千块，三海瑞啊，这谁敢参加啊？哎呀，要死我！你送完，哇靠，再来一个平板，玉哥，你今天没有来，这一板很夸张哎。来，我加这酱烧猪肉来，酱烧猪肉嘛不完呢，春节两东西，下个礼拜再聊。应该是没有了，是鸡是鸡腿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今天就是今天就叫刺激，来沙发过来，那你们烧猪肉三百块。爸爸，太棒了！真正好食。你已经一个月无来，我新产品已经在轮过几轮了。爸爸，我过来要吃。爸爸，来这包。站到最后一边。来沙发路。来沙发。来，最后存两包。来沙发。来包我存两包了。就小你来，一百五多啊，你宝贝。真正好食，这色啊，加热吼，这个猪肉冻饭超好吃的，这包好掉。来包我存两包了，来吃过来。那个可以冰一点，哇，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进来，进来，来，阿姐嘛无啊，香薰香薰鸡肉片，多少价？来两包无啊，纯鸡两包俩，纯鸡两包，香薰鸡肉三百价，一包一公斤两包包，来一包了，一包了，进来啊，两包俩，我那个小小的来，一包，哎呦，哦，今天红包场，来一包哦，一个嘛，来李同学香薰鸡肉片，没有了。好吃好吃好吃，来阿妈又好，来我偷偷的变变来，来偷把这个李同学啦，你哪里同学上面啊？啊我们快点，哎，恩客呢？你刚才咱开亚中会，我们都要到伊来捧场的呢。嗯，大哥，坐三四十个来捧场，你欢喜得来偷偷来五百块，五百块偷偷你留的啊？什么啊？你太多十个留拢留阿边啊？有啊。留好啊，你代表我只会使订啦吼。来五百块来上将高哥，他给你来三条哩，来四条哩，来五百块来两个人要吃好，给你减多加要吃的，多加要吃来五百块，两个要了，来五百块来，谢啦，五片给，我你脚送来，你不是上礼拜刚过来，今天过来，好，你看高哥我感觉我好，我都没吃完，来五个客人哈，公司要一碟无买哈。要你只好送啊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要吃多多的三百块，来两百块我都两百过来，一碟白饭多多，特别两百块超过来了，来买两百多来，这个给我一下，来哥哥来买两百，两百块来，不可能两百块两片了，来给我两百块，我已经开直播了，特别两百块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动动来，进来啊，来两百块，我看你今天成就多干货嘞，对呀，对呀，就这个，这都特别值钱，你看，来两百块来哥哥，来两百块，哥哥要借两百来啦，卡紧啦。来了，偷得两百块了。最后一个人给偷得来两百了。来，最后一条，咱两百了，三位。来，一百块来，一条三百买买买，无啊，偷得。剩一条啊，后边嘞一条啊，不管小小钱什么关系嘞，还剩一条一百。少买偷得，少扛起来，老的都把它端来，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来来来来来，阿姐蛤蟆包了啊！什么都是便宜的东西，不是什么都是便宜的东西，是他们卖便宜。来蛤蟆上位来，蛤蟆。不过他们的东西在外面都是多五成到一倍的价格，他们的东西你去外面买至少多五成到一倍的价格。海龟下班有，不是都是便宜的东西，全部都是鸡肉，他们卖三百，外面至少要四百多。那这个箱子卖三百，外面至少要五百。两包，两包，两包。拢起啊你，安尼我这来拼起来。不要以为这东西不是好东西，这档猪也是太大片了哈，便宜一点。冻煎的蛮好吃的，来一人一片，一片一百二，来两片给你。我跟你讲，之前的慢慢来两片给你，干拌面。来三片给你，来三片给你。鸡奶你干不要买三百了，三袋三了，给你三百，给你两包，三了给我姐姐三袋，来七八块。他们卖一包二十块，一百块来，海鲜煎饼。二十很好吃，我要去外面找一包二十块。来最后一位，来七八块，一包七十五块。三袋一大，最后一个来，阿明哥，阿明哥对了哈，没改名。
来好，阿妹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那么起码你吃不起，在那边一包卖20块。下礼拜五。再做呗。来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只鸡吼，外口你真正买无这个价钱，1499，你们自己上他的官网看，你们就知道我没有骗你们的。来，白菇养生鸡汤，这一只超过500块的价值，母亲节搞啊，我提较好，你先，不要请我，现在没你价，没办法，需要400块，真正好吃，这只鸡真正好吃，来400，什么吃鸡？400块。来，鸡拢有啊！牛奶十分有吗？我下两，没有，有下半，有下半。鸡两三十个，偌五只，一只了钱袂哩啊！免500、400、350，这样一只，来300块。300块，前面就有一盘。百菇养生鸡，你绝对买不到这个价钱。来300块。这只鸡300，你只买会了？来300，来听。来300块，对，这里全部。这是切片龙。来300块，看两只毛病，我来报啊！今天啊，300，今麦个直接给300。来300块来，而且这是好大牌子，来大哥们来，自己加量，母亲节快乐！来，加，来第二帅哥，这个干拌面真的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嘞，给我炒掉了，真的很好吃嘞，我就当这个干拌面，它的面皮跟那酱，来香鱼别过8倍，别细8倍，来300块，300块来香鱼。我这次我真的肚子饿，我一次要吃2包白菜，我一次要吃2包白菜。好个，香鱼一只。我啊，不行我。来300块要吃香鱼，几个要吃？只有一个客人要。不要打开，你抓哦，你看。真的，真的很好吃，干面面真的很好吃。来300块嘞。来，鳕鱼刚才前面买到的，来500块来，算你这500，水无高无，跟你看一下，超漂亮的鳕鱼，来500块来两条你来，来500块来三条你来，500块来四条你来，来500来这个请来好不好？这样可以5袋，5袋哦，全都，欢迎都，最好是喜欢不算你哦，回头给你来试片，来这片再给你真的哈，来500块几个买，算你500块，多几个没有，来三个要两块。五片哦，超漂亮，超好的鳕鱼哦。来500块，小兵来了，啊，这里500，来500，而且后面起来了，我无赢啊，500块，你今天开始我无赢啊，惊无礼貌哩，你讲几点啦？你讲几点？我今天无赢，下礼拜，你咪讲下礼拜咧，又明天，来500块来算你，500块拢完哦，通通有了哈，好，谢谢。李同学，你想要来冲冲气，冲冲啊！李同学，好了，拜拜。虾子，来，我阿姨来，他们吃虾子。小姐，来，两个人先来，无啊，后边拢讲无啊。虾子啊，虾子一盘啊。只有2位客人，不用买500了，一人买一份。你这干拌面，干拌面一模一样。两个人，来吃啊。干拌面一模一样。没有了。太舍不得了，真实的，虾啊真正卖完啊，不是卖完的。来，两个人客人，虾啊卖完啦，太舍啦。来两个虾子，来谢谢，来要讲我阿姨的来，哎去谁啊？看还知无？来要讲我阿姨，500块来，三个人给咩？500块来，哎呀有啊！来500块来，我阿姨500块来，500块，来小姐，让给讲我来，小姐。来，本哥，来，谢谢你哦，来大哥阿伯，来哦。
哎，阿五啊，感觉他好，感觉真的不老，够看过嘞。大你阿爸钱，阿爸钱摕出来，一两个啊，伊就真讲你认真。来五百，我等。来五百，我大姐，我大姐。无啊，无啊。下一个啦。来春节，人家才七只哦。大姐，跟你细只哦。来，你三个妹妹都没有花语了。哎呦。结束了，来五百块。好。来最后一位了，花语了。好，谢谢你。还有个大哥的，姐我来，我把那四百二来，个人的姐我有，够了哈，来二谢谢，啊，我追掉我皮皮玩啦，追掉，刚刚我追掉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好价，今早都卖三百，几包哈？今天的话给几包都够了，去外面查价格，但是哈，要没三包，我靠，大脚哥，好，没三包继续打折，三八，你要我的。三包两百五，三包两百五哦。水饺，快点。这个皮看起来很细味。来，最后一个，小姐你要吗？水饺三包两百五而已，好价。我讲个月都傻水饺，更喜欢过傻我姐，我囝傻我姐。哎呦耶，哎呦。来三包，你要我不要剩三包过来？真正好价，我咧感谢金嘛，就买三包。讲完啦，啊不，一包一包多少？一包一包。三包两，一包两块，水饺两块。水饺没有喽，就剩下三包哦。好，谢谢。我喜欢六卖三品，我你要比较高奖。来，金板了，老黄哥，麻烦姐来。大哥，大哥，金板人。来。水晶糕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阿两块多一样。加两块，加两块，加两块先。边上那个盖多一样。加两块。来，金板对了三倍。三包。靠腰，你三包东西啊。东西。完蛋。三包对吧？欢迎，欢迎，欢迎。拼盘三包一千块，真疯！二啦，欢迎得啦，来拼盘哥点下人，加加加加加！来拼盘啊，过来上来！这边这边，这边，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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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纽澳两期的台，来五个客人。李同学不客气哦，下次再来。我两天来了八号人，两百块来，五个客人吃而已。来纽澳两期的台，来来来，对啊，他们买的东西，要不要给客人？外面价格又觉得好，来来来，我收了，不要钱，来这边买好了。来三号，外面价格我真的买不起，因为我本来想要不来了，一百米，我放他来背背哦，来高飞卡背哦，纽澳两期的台，来两百块，纽澳两个给一百多加，这么贵了，他没有骨头了。来两包过来，来两支，来四支，来六支，来八支，来九支，来十支，我哋来两二两，最后五位了。来两块两二两，今天排够三个位了。啊？来两包。铁路猪排有吗？刚刚有了哦，铁路猪排刚刚有啊。八成黑五椒的。文凯，你现在问我不对吗？不对的吗？现在的气氛是来阿妈都讲三个位了。没有。现在在战争里面有这个问题。你吃蛤蟆一百块八十八十，拢唔免钱，差不多五百块钱。来五十万咩啦？卡一人咩开？好啊，二十块。二十块哦。来二十块。蛤蟆二十几嘞？你吃蛤蟆？哎，还有，还有铁路出马，还有。来给你蛤蟆二十块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你们多搞点东西给我，拿到够钱。够了，够了，我们继续。在你厂牌哦。嗯。我有在。红哥不行了。心思缜密，还是公关兵。来，第二。好，来蛤蟆，你这不也在讲蛤蟆？来五个，五个。五个都讲蛤蟆了。好的。来台北回来。台北。来，小姐，谢谢。来鸡软骨两百块来，香脆鸡软骨两百块。两百，一包半公斤，差不多一斤重啊。两包来卖你三百，来两百块来，香脆鸡软骨好不好？来两百块来。两百，两百。一斤最容易得两块，还有涨价啊。鸡肝骨啊，来冷爆包的，来小姐要五份，谢谢，五份一千块哈，你吃苦啊，没有份啊，鸡肝骨冷爆包来，来给我两百倍的鸡肝骨了吧，来帅哥要啊，来两百块来鸡肝骨，来给你三百倍的，给你，来不好意思，谢谢，来鸡肝骨冷爆包，冷爆包，鸡肝骨都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从家里啊，这样这样，嗯，哎呦，来我们讲个鸡肝骨呀，就都要还小的嘛，都要还煮回来的。让你们试吃只有三包，下次要买两百哦。今天一包八哦，来七八六，七八，吃三包两七价，真好吃哎。还抓还薯，他们都要等啊。
一百块，开玩笑，开玩笑啊！他们有彩票，他们有彩票，来，这要充钱，他们有彩票，既然股没有了，最后一包一百块，多一点，他们有彩票。请爸过来，大哥你好。有，我走了，好。我见哥哥有这些物件来送我。来，铁路猪排两包过来。铁路猪排两包，铁路啊，铁路啊，铁路啊。来两包，来对对。要对啊。来铁路猪排。来六对。真的啊。对对，来高对，来十对，我来。十对十对。来，赶快啊！最后三位的铁路猪排来两包哦。今日要吃铁路猪排，十对，我来两包。够十对啊！今麦够十对啊！贵地高地来十地，来两包肉，多吃。我们家铁路猪排超好吃的，来阿姨啊，起来，等到 OK 了来。